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啊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，请大家就坐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哎，有食饱无？有精神无？敢会拄久？袂吼，袂拄久，就是互我足大的面子甲鼓励吼。我们这一班是高级班对吧？啊，咱毕业吼，就正式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了吼。恁有捌做过官无？有捌做过官，举一下手，一下好啊。哦，一个呢。哦，后摆啊，咱拢拜伊为师吼。咱若毋捌做过官吼，啊，我的老师有教我一句，啊，恁若教我听甲上到尾，啊，我嘛教你一招，安尼好无？要安怎做官吼？足简单的吼。啊，但是吼，做事足容易哦。规世人，我做几啊十冬，感觉上歹做的就是做人，对毋对？那么，咱要做官，咱政务官就是要去管人嘛。咱要做领导人呢，啊，领导人是毋是拢咧管人？啊，若是管人，咱家己爱先管好无？哦，所以这课就足重要。咱家己若管无好，咱要安怎管别人？那么管别人？咱家己要安怎好？对，思想要正确，吼、哦，卖凡事拢想负面的，咱爱积极上进，积极，不要消极，吼、哦。啊，搁再来咧，咱的伦理道德一定要遵守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日本将来咱是做安尼记得哇，咱。秘书长讲，咱后摆要做臣民嘛，吼！啊，臣民，日本人规矩是毋是全世界上好诶？啊，全世界上好诶，咱要阁做人会安尼记呢？咱来比伊较好无？哎吼！啊，所以咱台湾呢，现本时，我观察几啊十年吼，我认为吼，我伫日本来来回回四十年，咱诶习惯。礼貌，啊，差人足济呢，恁有感觉无？啊，是安那安尼，当然嘛是教育甲中国文化的关系嘛，吼。所以呢，咱即马啊，咱要来建立一个好的台湾，咱家己要有心理准备，我们所有的习性，我们的理念，拢爱全部改进，对毋对？所以呢，这是足重要。为什么人日本皇帝几若千年到即马拢无咧改朝换代？啊，是伊去共拍珍珠港，啊，然后两粒原子炸弹拍输，到即当今拢是予美国占领伫制裁中嘛吼。所以呢，咱呢日本人呢，因绝对袂去拼皇帝。你看。911的对啊吼，921啦吼，因完全拢没有起来暴动，对不对？311吼，啊，记了唔对去啊，嘿，感谢。啊，所以呢，拢总无暴动，什么原因？第一，教育；第一，忠贞于皇帝。所以呢，因未改朝换代，因的皇帝。非常的爱人民，所以讲呢，上有上，下有下。啊，咱是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哈，讲上不正，下则歪嘛，哈。所以呢，人日本的皇帝，伊把伊的子民当作伊的子孙，所以子孙敢会变阿公阿祖，袂嘛，哈。所以顶管爱有爱心，仁慈。下底爱阁有孝顺，啊，所以咱即行咱一定爱学。我们来民政府忠贞，我们民政府，然后我们要跟随秘书长，莫外口凊彩讲讲的，那阁对人造讲因较对吼，
啊，讲秘书长我唔对，我唔对，咱来上课上到高级班，我们一定要有很深的认识。咱呢做福气，唔免像太阳花呢，太阳花都爱搁伫遐曝日，伫遐无食无困，啊，敢有法度走出一条路？无法度嘛吼。所以咱民政府会当入来的人，拢是非常有福报，非常有智慧。咱入来呢，办一个身份证，做一下台湾人，来上一下课，做一下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，轻而易举。只要我们知道台湾的地位，我们要认识自己，你是什么款人，这拢知影嘛吼。不使阁讲我们是台湾人，又是中国人了吼。所以呐，安尼就无入格，那就没有办法做政务官。那么咱今仔日的课程，就是讲迈向成功的原则呢。为什么要迈向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当过官，所以我们要渐进式。伫即个咱要接近，就近咱要更加努力来学习。那我们现在赶得很紧，之前上课呢，当你们高级班毕业之前上课以后，我们还要专业训练，不会被外面所称的说我们是素人，素人就什么你都不懂，所以咱一定爱练个啥物拢会晓去，所以不会出去上班的时候被人家踢出来。所以呢，这是很重要。今天咱有福气来初级班、高级班了啊！我好不容易我们得到这个职位，咱爱上较久一个无？爱无？嘿，啊，搁再上了较好无？这会当步步高升。我们要遵守这些原则，就是讲做人的基本啦，吼。那日本人呢，真正是全世界上爱有规矩。个上界有忠，上界有礼貌，所有的人群，咱的人类，就是讲，你若有一个礼貌呢，什么都可以化解。就是没有礼貌，才会造成争端嘛。那为什么会没有礼貌？自大嘛，吼，自大人那个啊，这个看不见，我上大，所以我嘛唔免甲你道歉。日本人呢？他的道歉口语一直放在他的嘴边，不是上吊上不吊，都是我们阿塞、哦、所以呢，咱这点咱一定爱学，好的咱一定爱甲学起来，让伊呢清气，整个厕所都可以哦，像餐厅那么香。啊，咱呢那上课了后，我们也要自己要注重这一点。我们的厕所不能再乱七八糟，所以呢，咱家是台湾民政府的经济，那么从我们做起，从今天开始啊，咱回去，在你的外表，你要做什么角色，咱一定哦，像做歌戏同款啊哈，啊你要做皇帝，敢有可能穿一个迄个鸟罗啊衫出来，奴才的衣服出来？所以你要设定你自己的定位，我今天要来做什么官、啊、我要来什么体态，我要什么外表，你肚子底有文章没文章，那是第二步，第一步印象一定要让人家这样肃然起敬，这是很重要。我都说、啊、你如果回来一天要照三遍镜，看你这样有升大官吗？很好，好上无吼，我讲家己学了家己啦吼，啊，就穿了像我安尼整齐啦吼，啊，一领无几百块吼，啊，穿起来整整齐齐就可以，安尼做会到无？好啊，所以呢，咱即马啦，回去就是家己的外表打扮好，然后把你的内在要整理好就。下面的课程我们一步一步的研究，因为我感觉这个还蛮上心，你做什么事情我来练都练会的、啊、就是说、啊、做人做事
困难的。咱若要做官做的好势，咱一定这个课程要牢牢记住，安尼好唔好？嘿，啊，所以讲咱即马去吼，咱就是来一步一步来研究吼，咱是要安怎来做做咱的官啊？我过去诶，从第一条啊，已经有诶讲到48条啊，哈啊，到这啊，这48条就是讲要容忍部署有些微微的过失，讲人诶小夸诶唔对哦，咱卖讲去讲计较，啊，要让他有机会来改过哈，做一个长官哈啊。47条是讲，哎，啊，你就是讲你要做出承诺，一定不能食言。咱即马讲一言遂出啊，驷马难追嘛哈，所以讲咱做官做人嘛好，一定要诚信。一定要诚信，所以呢，咱这是足重要的。咱袂当阁像较早讲凊彩公公的，因为咱较早毋是官员，咱毋是民政府的重要官员，咱会使跟朋友凊彩公公的。啊，从现在开始啊，咱就袂使，喂，咱就是袂使像过去安尼吼，一定要遵守这些条例哈。要前面了解，就是前面谅解。咱是讲，哎，别人若唔对，或者有看你未佮意，你爱去了解，啊，全面去了解，全面来佮伊谅解。那么全面谅解了后，会不会化解两边的和谐？会嘛吼？所以呢，咱出去。因为咱要去领导人，你袂使讲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因为自古以来有不好用的将军，没有不好用的士兵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牢牢记住，咱就是一定要了解，袂使这边凊彩听一下。咱台湾人上歹的习惯，就是安怎面粉耳的啦。这边听了哈，啊，无去研究，啊，无去听别人解说，直接了断就断人家不对，这样子你家己一定会让部署不服气哈。所以讲来，咱即马不要轻信谣言嘛，哈，要切实掌握真正的事实。你若无了解事实，咱袂使去讲啥物人唔对，所以要有良好的决策，应以稳妥为原则。所以讲，你要处理一个代志，一定爱有良策，袂使轻轻猜猜就去做决定。你若是讲不死的事情，或是你的。执行命令，你的决策一定要很明白而且精准。那么勇于提出意见，你即马就是讲做一个主管，你家己你爱提出你的意见，袂使家己想安怎。啊，你提出意见以后要。给大家商谈，哈、哦，哎，问每一个人的意见做参考，不能我行我事，我行我事以后，有的会不服气，所以咱爱尊重别人意见，做好自己的决策，然后呢，别存心让错误延续下去，哈、哦，如果呢？咱在这个指导的当中，在领导的当中，咱若是有做了无啥正确的哈，无啥正确的这个决策，我们要勇于承认，卖硬凹了哈，硬凹到最后都会下台哦哈。所以咱来讲啊，歹势，这我想了较无好势，
抱歉，那我们来改进哈，那爱来改进。所以呢，未使讲我讲的都是对，唔对嘛是要继续安尼落去。那到最后，就是到上尾啊，就是别人不会下台，你要自动下台，人家也不服你啊，来别出来，不要老是一副冷漠严峻的脸色。那这长官哈啊，如果上课不来上班的时阵，唔好夹一地啦哈。啊，咱台湾人做事安尼哈，大大甲袂轻忙打一点对。人日本因礼貌十足，你古早的日本人甲今嘛无同款。古早的日本人嘛是乌都可一笔记呢哈，哎嘛是。大个足大，那咱即马吼自由时代哈，咱就是一定袂使结一地，咱要很和蔼可亲来对待，尤其是咱唔捌上过班的人呢，以后咱是要关系上班上足久的人哦。那么呢，咱无较亲切啊，无较和蔼一个哈，有可能会被我们的下属。把我们经历我们要较谦虚一点要谦虚一点来，不时有意见就意味着领导者的能力问题，所以说人如果有意见的时候，你要检讨自己是对答不对去，不可以说人有意见你就嫌说这个有意见，这个不可以，一定要把它提掉，这个不可以，也许大部分就是你自己的错啊，哈。那若家己唔对，一定袂使怪别人哈。来，第56条，要克制自己的脾气，控制你要说的话。就讲，咱即马啊，做官、做领导人、做人的主管，不能随便说话。你讲落去，就是要执行，就是要照做，所以袂使凊彩讲讲的。我会知影讲安尼，啊，下晡佫讲讲安尼，明仔载佫讲安尼，人不但袂尊重你，会讲你安尼，他又会向别的地方禀报哦，吼，所以不能变来变来，独裁作风。有时可能使你成，但肯定无法完善哈。你就是讲独裁为讲我家己，我就是为善独善，但是你的独裁，你认为讲我这样就对了，绝对无要听别人的意见，讲折善固执。折善固执，你要相当的把握，而且你要衡量别人跟你建议的，你要认为讲人建议的拢比你较歹，安尼你也独裁哈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好好的去注意事项哈，不能视部署如傀儡。好，所以讲咱要把咱的部署。当作咱的子孙，像日本皇帝安尼，把伊的人民当作伊的子孙爱惜，啊，人伊的子孙就会尊重伊，就会甲伊友好。咱同款，我们也要向日本来学习。咱就是讲，咱若是有疼惜咱的部属，咱的部属嘛是会尊重咱，嘛会对咱足好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嘛会替咱想哈。哦来，变革要时间跟耐心。变革的是讲，你如果有一个政策，你有想要改变的时阵，你一定要有时间跟耐心，不能命令下属，你现在马上给我执行，马上要完成，安尼会导致部署的不满。
有一个人哈，一个人的情操表现在他如何对待比他还卑微的人，就是讲比他还慢的人啦，哈。啊，你安怎有这个修养来对待比你比较慢的人？那是很重要，那一定你要有耐心，而且要有慈悲心去对待人。啊，如果你老是挑人家的毛病，你一定自己也会生气，啊，表情也会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自己一定要注意，要注意说咱要怎样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人。咱若未向进，啊，咱找机会教导他，啊，伊嘛会感谢你一辈子。所以讲来，咱一定爱好好注意这个物件，不要看不起雇员。所以雇员就是讲比人比较低的啦，哦，唔是在意的。那么雇员的话呢，有很多是因为较慢去吧，他不是说没有能力，我也嘛是啊。像恁倒尾去吧，也许恁来来徛在家吼，比我较敖讲哦。啊，我是较在先去吧，娘娘嘛，唔是讲我在先去吧，我都一定比恁较吼，所以就袂使安尼想。咱一定爱好好来对待咱只雇员。病从口入，来祸从口出。这古早无要守口如瓶，咱古早的这个吼，诶，属于人讲得足好诶。咱那乌白食，就传传病嘛吼。那么现在的话呢，所有诶物件拢未当食，啊，你若唔食，佫未使。吼，所以我们民政府呢，将来呢，在医疗部分要好好改革。咱即摆人破病有济无？那么要怎么办？民政府要来改革嘛？所以呢，咱食物件，你讲无爱食，即摆逐项嘛袂食尽，那毋是农药啊，着化学品对毋对？啊，药啊，你若毋免食，伊去阁开一堆互你食嘛？你讲毋食阁袂使，他也不会告诉你，你不要吃药。要用什么东西来治疗才会好啊？因为咱台湾的健保，它只给付疾病医学，健康医学不给付，所以这个毛病就出大了哈。这咱嘛爱改革啊！你农业无咧管啊，会量足大，爱卖足济，爱足水足好看就好啊，食好死无要紧嘛。吼！啊，即摆感情有够大堆无？政策不好，经济不好，心情会不好。心情不好，压力很大，你的细胞自动就会变，你也自动哈，家己病变呐、啊，病变就是一定是会得癌症呐、啊。那么，伊唔是细菌病毒呢？啊，你要安怎食药啊，让伊好？啊，用化疗安尼一直化，所有的细胞好的、不好的全部化掉，人会不会死掉？哦、所以咱要改革的非常多哈，足、侪个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即马即个部分呐，要叫咱遵守，咱嘛无法度。讲病从口入，啊，你口没有入不行啊，啊，你要入全部都毒素啊。吼、哦，这点咱要爱赶紧，以后我们来改进，以后才可以遵守哈、哦。那祸从口出，我们可以预防嘛，咱会当遵守，对不对？咱卖乌白讲话，咱做会到无？一定会嘛！啊，但是叫咱卖乌白食，啊，迄都拢乌白物件，咱嘛唔乌白食，咱会枵死呢。啊，咱若卖乌白讲，会使无？可以嘛？吼，咱后摆啊，大家拢是足大个官，所以你一定爱遵守你所讲个一言一语。所以讲，咱就是爱守口如瓶。哎，古早讲啊，嘴就是咱个门。你的门要关啊好，啊门关啊好，较袂有代志哈。来，切忌越级指挥，切莫意气用事。你那是越级指挥啊！啊，咱即马各级班转去，拢爱转个酒啉，对不对？
咱回的酒令，我们遵守我们的伦理，咱回去跟酒店副酒店我们的遵守互动，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工作？你如果能力很强，但是起初回去按部就班跟人家学习，然后自然有慧眼看到你们这些人才，他就会自动提升。咱唔免讲一去，就走去上大遐吼，这样子也不好。啊，那后摆咱上班的时阵也是一样，不能越级去指挥。如果酒店咧指挥的代志，咱家己去讲指挥，安尼有做计较，吼。你家族无闲，但是你越帮越忙啊，越帮越忙，讲不在其位啊，不谋其职。你唔是伫迄个位，你袂使去讲做别人位的代志，安尼知影无？吼、哦，忙讲啊，我都闲闲，无这我甲你做做咧唔对，一大堆。那对人嘛袂甲你感谢，叫做鸡婆。吼、哦，我较早嘛安尼呢。收家婆，你知无吼？所以这拢爱注意啦吼。你无一定你敢帮忙，人会欢喜。所以你一定要遵守，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。啊，来莫意气用事。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或是事情有摩擦、有不对劲的，那我们也不能说一走了之。安尼无采，咱卖讲定定布条啊、烤草啊，拢唔捌得挂条啊，吼！所以这足济人的脾气是这样子哦，吼！哎，一耍脾气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吼！安尼就是讲吼，出眼前亏，出眼前亏，我们也会失去一个人才，那足重要哈！咱不简单栽培到一个人才，我们台湾民政府会越来越多人才才对啊！啊，这个耍脾气，那个耍脾气，啊，都糟了了啊！啊，后背啊边啊，哈！所以讲，这点嘛最重要，咱绝对唔好意气用事了哈！哎，不要背后批评人。哦，你也像我哈，我都足刁滴嘞，啊，对他唔好，我就直接讲。直接讲，麦伫后边讲得啦。好，阿你那后边敢讲的话哈，在他的面前立马敢讲，这种事情才能提出来了哈。所以讲，咱呢，即阵有时间一句话哈，拢讲喝咖啡谈是非，对不对？足济人即嘛安尼嘛哈，啊，我们就不能这样，我们是官员哈，不能喝咖啡聊是非啦。哦，咱一定爱讲证书，然后呢，咱一定爱讨论对我们有意义、有正面的事情。那对咱这样袂浪费时间呐，哈，来改变习惯，要有耐心。咱即马每一个人哦，像讲所有的宗教，他所教导的，就是改变你的习性。那么咱的习性呢，为贵啊，世人嘛乖袂起来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来讲？因为你的习惯会影响到你的命运，你的命运掌握自己的手上。你命运呢，就是你所作所为，你所想的，那叫做是习惯。咱的习惯好的话，习惯好，你做代志就会足好。做人嘛，做足好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有好习惯。好习惯呢，像日本人的习惯都有够好。啊，为什么人会遐好？人因这个过，人因这个迄个小明木老师来敢讲，他们教育从小扶助起，小时候开始做起。那么我们妇女会呢，就是。从这边教育开始，从胎教开始，你一个婴儿呢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伊的习惯就在养成，然后一岁到三岁就定格，人讲三岁看终身，就是安那，一岁到三岁一定
这个人的他的习性已经定型，那么所要教育的人类的导师是女性，就是妈妈，妈妈是他的第一导师。如果妇女会做不好，如果妇女会所有的女性习惯不好，我们没有好的后代，也没有壮言祖孙呐、啊，安尼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以后我们所有的女性，我们要从头开始，我们要从头学习。咱爱学日本人，咱为囡仔时阵规矩的学好，啊，咱才来教囡仔，爱来影响老公，我们来孝顺父母，来孝顺公婆。把这个习性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啊，咱会当像日本人安尼，因全世界是毋是拢比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讲咱是日本人，所以咱嘛是爱甘伊同款。如果呢，咱差异伤济，素质差异伤济，后摆啊人会气嫌无？伊会讲哦，啊你这要甲我做日本人，啊我互你代代着咧。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嘛是爱学好，咱的习惯一定要学好。来，咱对部署体贴周到，能产生不同凡响的结果。所以讲，不但不要跟他们计较太多啊，唔好对人较无好。以外，哈，咱一定爱对伊较体贴一点。咱的人呢，有七情。六意嘛，哈，然后我们有情绪，每天也许他家庭有事情，咱啊来上班的时阵呢，有时啊看到啊，哭鬼面呐，你卖讲，嗯，啊你开安呢，我们一定要关心，然后体贴他，你是否生病，或是家里有事情，这是一个足好的长官诶。模范哈，那那的这个模范的领导人呢，一定能够做到是这样子哈啊，所以呢，莫切莫偏爱，这足大的毛病哦。刚刚安尼生五六个囡仔，都安尼三个较疼，三个较无疼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这个我看较会顺眼，这个我看袂顺眼啊，啊，就较听无听，就安尼分起来啊。我们部署也是一样呢，啊，但是呢，要安那学家讲安尼，你安怎古早人敢讲吼？啊，手底嘛是肉啊，手盘嘛是肉，手底嘛是肉嘛吼。所以你爱一视同仁，一视同仁，袂使大细心啦。你那大细心，你这个。哦，做这个长官哈、哦，做袂久啦，因为安怎呢？无遐济人好和你嫌啦。咱哈、哦，那做领导人一定要有包容心，袂使跟这个我的娘阿多啊，你管迄几个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哎呦，全部包容才全部都是你的部署。啊，你包容心越大，你管的越多；你包容心越小。我的建议哈，有的人比较自私自利，啊，所有的利益拢总得想着因家的人娘娘。我讲建议他回去当家长就好，安尼有利无？啊，拢要顾因迄家的人娘嘛？啊，如果我们要做大官，咱来照顾很多人民呢，每一个诶人民都是我们的祖孙呢，咱拢大家拢爱甲听，对不对？我拢讲安那，咱后摆做民政府的大官了后吼，咱唔是要哦老百姓惊一条尔，咱爱互伊惊两条，好唔好？惊两条哦，伊讲哦啊，遮遮大汉毋捌看到迄个大官，遮尼亲切，佮遮尼优秀啊，对不对？咱一定爱互娱乐，讲哎哎啊，这班人真正吼、哦、是咱台湾的救星，安尼好无？所以呢，咱一定不能偏爱，尽力记住别人的名字。哦，这是一个撇步啦吼。啊，那我吼，大家看到我拢未记住伊的名，啊，我拢定定讲问讲，你对一句话啊，
吼、哦，这点我真正做袂到。啊，因为啊，我含万银人啦、啊，但是我看到我拢捌伊，我讲哦，童心，你过来啊、哦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、就知影我捌伊啊嘛，吼、哦，咱爱有家己的撇步啦吼。啊，那记名记袂起来，就拢甲叫童心，吼、哦，你过来啊，啊，伊就表示你捌伊，甲伊打招呼安尼吼，就非常亲切啦，非常亲切。来，咱避免误解他人的意思哈。咱就是讲哈，你如果你的思想正确，人所讲的代志，你一定袂去该想歪去，一定拢想好诶。所以不能扭曲别人的意思哈。如果人那是讲唔对话，伊的出发点是好意，你也不能怪他。好，安尼就较小代志啦，啊无专专代志哈。来，咱就是讲，在了解前面事实前，不要随意下决策。好、哦，都假这有老讲过哈、哦，就是讲你爱了解了后啦，了解了后，你才要去定夺，把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决定。好、哦，来，咱批评应适可而止。咱这长官呢？永远啦、啊、哈，每一个各对一个国家同款，拢有一个习性，拢做爱讲批评，对不对？为长官批评，表示一足威风，表示他狠心呐，安对不对？咱捌红批评对无？捌嘛吼？为黑白批评的呢吼，所以咱一定这嘛爱遵守去注意，袂使黑白批评啦。咱批评吼爱拄啊好就好啦，吼。咱若是讲要批评呢，咱不如用赞美啦，用来鼓励的啦。安尼对不对？吼，你若是个用批评的，他会不舒服嘛？啊，不舒服会当达到目的无？心情不好哈，那个办事力越差。你家用讲啊，啊，咱安尼是不是会使来改进？会使换安尼无？我相信大家拢会接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若讲啊，你这是安那做？安尼做？安尼做？安尼？啊，规趴火啊，要过安那做？后壁拢免做啊嘛哈？是不是安尼？哈、哦，所以做人做事的方法呢？从这边开始，我们一点一点去遵守。我相信，这样遵守了呢，每个都会步步高升，而且会做得越久，会领薪水领到最久，对不对？秘书长讲，予咱领到安怎？未喘气为止嘛，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这样有遵守呢，咱爱做足久，做足长，佮愈做愈大。安尼好唔好？好、哦，所以来先表扬后批评呐、啊，就是方法，就是讲你先甲娱乐一下，后壁再佫讲唔过，你即个呐安尼改一下，会佫如何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呐一下就用屁想的吼，啊，伊心情就歹起来，就嘴就碰起来，后壁拢无甲你听到啊嘛，是不是安尼吼？所以呢，这是一个。策略啦，一个方法，做代志爱方法，做人嘛是爱方法。我用心足重哦，做到即马嘛，阁足侪人咧甲我嫌呢，安尼有凄惨无？嘿，真正哦，啊，我是爱安尼做家呢，足标准的，足爱人娱乐的啦。我认为吼、哦，做人真正足困难的，有时你对伊好，伊嘛嫌呢。啊，因为每一个人个性无同啊。你家己娱乐，伊无认为你家娱乐伊欢喜啊！哦啊，所以这我试甲无爱试哦，哦，所以咱这呢，以后你面对的这些事情都会出现，好、哦，唔茫讲啊，这可不重要呢。我感觉以后你们碰到的事情，你就会想到我，你就讲哟，哎，郭会长讲的够有影呢。即课是上歹做的哦，你工课去学几工啊，你就会啦。即学规世人拢学袂会啦。吼、哦，你做较好都有人嫌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要尽量去调试自己，然后要勇于面对别人呐、啊。啊，那无吼，自己会
很难过。来，培植部下等于提拔自己。你若是做一个长官，你一定甲部署较袂响的，一个一个，你爱不厌其烦，然后爱较慷慨，一个一个甲教好伊，你的替手嘛较大堆。然后，咱台湾足济人吼，伊会响的吼，拢无爱讲打对唔对？啊，就要表示伊上清。所以避远啊，避到尾啊，拢无远去啊，对唔对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人即嘛吼，西方世界啊，人逐项拢公开，就是栽培下一辈子的，咱较年轻一辈的，你老的捌的代志，一直灌输给年轻人，培养年轻人起来，我们也会更轻松。等于我们也是提拔我们自己，你教伊，你就是伊的老师啊嘛。所以吼，我对于人的态度吼，每一个我认为拢是以我的老师吼。啊，像这个大哥啊，我都足尊重伊来往。喂，你过来啊，吼，对不对？人较早事业做足大，咱对袂到。每一个人呢，拢有伊的尊重，咱袂向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每一个拢是你爱甲看做，伊是你的老师，因为伊会的你袂晓啊。啊，所以你茫讲啊，你几步啊会向尔，你就足臭屁啊！所以迄是无适当的啦，吼。咱每一个人，伊拢有一个尊重。人讲乞食老汉拢有仰慕之地啊，吼。咱不能瞧别人瞧不起啦，吼。咱爱一定爱尊重别人，而且爱阿乐别人啊，吼。来，善于判断时机啦。咱这个时机的判断非常重要。你的代志咧，如果做不对时机哈，爱是讲话也好，做代志唔对时针，迄嘛是足老的嘛。哦，比如讲啊，人伫办喜事，你去讲迄悲伤的代志啊，吼，爱是人诶办丧诶，啊你去遐讲啊足欢喜，安尼敢有对时机？嘿，所以讲爱前看后，咱很多情况。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一定要有变巧，袂使哦，家己想安怎啊做安怎，安尼人就会对你打折扣哈、哦，会感觉讲啊，你这个人无啥对症啦哈，无、哦、对症啦哈、哦，来用说服的方式下达命令，咱就是讲用说服的方式。来下达命令，就是讲，我会讲予你心服服口服，然后才请你去做代志。安尼做起来咧，一定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。所以讲吼，你爱用说服的方式，你莫是讲轻轻才讲讲啊，你就是讲要下达命令，人家也听不清楚，而且嘛是。袂当达到足好诶，即个效果出来，所以讲一定爱说服他，让伊清楚，而且接受以后，你再下达命令，安尼意思。所以讲，如果若无安尼，无猜你伫下达命令，没有做好事情，嘛袂达到效果。来，以建设性观点处理过错，就是讲爱有建设性诶。袂使讲安那，无建设性的就是讲吼，无人讲无应用的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有好处，而且有改善的可能，就这建设性哈、哦。你若是讲，你如果过错，你敢那一直敢骂，一直敢责怪，那么没有办法去改善事实，安尼。两败俱伤，无路用。所以，咱如果有一个人呐过错，你要给他处理的时阵，你要建议他，你给他方法，你以后不能做这样，是要做这样，袂使干那骂尔，无叫伊讲后摆伊爱安怎做啊？啊，后摆伊搁做起来嘛是搁同款安尼。那要怪谁？不能怪他，你没有给他方法。你讲伊做唔对，你爱有对的方法给人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对唔对？
吼、哦，所以你无你未使处理的无效，所以讲当心出现与部属断绝关系的情况。诶，足侪人会安尼哦，吼、哦，还有这意气用事会较侪啦，吼、哦，意气用事啦，伊就是讲啊、出现安尼，含这个部属吼断绝来往啦。伊即摆讲袂听，啊，讲袂好势啊，超袂好势啊。啊，讲安尼我无爱插你，啊，无就是讲啊，我甲你撕掉啊，叫你走路，这个是非常不对的，吼、哦。这种的长官吼、哦，你讲一直站站到尾啊，你拢无部属，你只有一个将军，下面没有兵别给你管呐、啊。安尼做将军敢做会久，拢下底无部属嘛吼、哦，所以讲一定。未使砍这个部属断绝来往。你无论怎么样，你把你的部属当作你的子孙，永远断不了关系。迄种的想法，你就是会耐心去对待伊，吼、哦。因为你爱替伊想啊，伊嘛是一个家庭，伊嘛爱食饭。啊，你若甲伊撕掉，还是讲你甲伊激发，吼、哦，你去处罚他，或者跟他。就是断绝来往以后，给打下十八地狱，他怎么办？所以这就是道德良心关系啊。我们这一课都是品格、道德、伦理的关系。所以讲吼，我们一定要遵守，卖讲啊，咱做大官吼，啊就是做法非常的嘿安尼，无拄好吼，嗯，卖讲伤歹听啦，就是讲吼。高高在上吼，啊，对人吼非常的无情啊！安尼来讲吼，我们台湾将来也非常不好。你说一个国家要富强也很难，所以我们要从伦理道德，还有品德开始着手哈。做人做事都是凭良心啦哈，不可依靠权势操控下属，就是讲。你做一个长官，咱靠咱的势力，咱来操控部署，这个大大的不对，这个犯很大的错误。咱的权是要给咱领导，要来爱惜，来栽培咱的部下，不是咱的权要给咱安尼嚣摆，还是要安尼骂来骂去，安尼家己欢喜就好，不是用来。自己享受的啦，用把别人的痛苦建筑在你，吼，建筑在你自己的快乐之上，还袂使。所以讲，我们做长官啦，吼，我的老师拢讲啊，做较大的较好个，迄拢业障担当。安怎，伊爱做较侪代志，有钱较侪，伊爱做较侪代志，才对。吼、哦，伊就是业障带动啦。我讲人诶福气较侪，较业障带动。伊讲倒边哦，你做长官，你就是爱来像做老爸安尼嘛，来饲只囝，来栽培只囝。啊，只囝颠倒是较有福气诶咧。吼、哦，所以做长官的业障带动，你一定爱有这个任务，一定爱有这个耐心跟爱心哈、哦。来，不要因为自己情绪不佳而忽视赞美他人。吼、哦，就是讲每天呐、啊，你若要做好你的主管，你逐天无论心肝偌艰苦，你有遇到偌大的困难，每天都是要笑口常开啊，安对不对？看到人卖面臭臭，啊，逐天拢笑眯眯安尼，人就是讲伊逐天拢咧钓乐透，安尼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你也要。靠爱面臭臭吼，去避扁受这样去咯，安尼一定会得到部署足甲你尊重，个大家足爱跟你亲近嘛吼。像我唔捌面臭臭呢，我安尼足生气啊，面结啊呢笑笑，有时啊笑甲拢结几巴吼。所以吼，一直尽量学习嘛吼。你若是心内艰苦，你家知道啊，不要把垃圾倒给别人嘛吼，对不对？你笑起来，人啊对你足欢喜呢，吼！啊，你也看到啊、哦，啊，足欢喜，伊嘛安尼笑一下，吼！这样子会让人家身体很健康，你知无？
嘿，啊，你若是面臭臭吼，哎，迄个人身体不好，谈你边啊，迄受你影响，那个是你的罪哦。吼，因为你常常给他压力呀、啊，脸色不好看吼，会引起他心情不好，细胞会坏死。安尼有理无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引导大家都非常快乐。在我们还没有全部改革的当时，当然咱台湾足济足济辛苦的代志，要笑真正是笑袂出啦。但是咱爱尽量来改善，尽量来学习，从现在开始，就是要学习笑脸常开，啊，咱才会快乐。有一天咱就大家拢总快乐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哦、好。啊，无我吼，感觉足可怜的，就是台湾人，趁食饭讲都无够啊，开个笑会出啦。这句是事实，现在的社会，人拢新加坡啊，搁这个韩国啊，拢领六七万、七八万的薪水呢。咱的子孙领偌济？两万一。啊，讲我这失业率很低呢。我告诉一个秘密，你领两万，我领两万。一个领两万，三个人领一份薪水，啊，你有这失业率很低吗？迄个做欺骗社会啦，全世界上可怜，真正用要做乞食，啊，无人敢娶某，啊，无人敢生囝，啊，即阮妇女会阿伯啊吼，即足大公司，你敢知？那唔娶某的嘛爱变心，啊，唔结婚的嘛爱变心，唔饲唔生囝嘛爱变心，但是先决条件安怎？大家人拢爱哦，赚足侪钱嘛！你每一个人拢有钱，不可能因无要娶某、无要生囝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咱为什么我今仔无爱医人，我要来医国？就讲良医医人，良将医国。国家已经调干净啊，无医，大家拢快乐袂起来嘛。大家拢真正足歹过啊呢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咱这优秀的人嘛，是看到这点。那底下无钱嘛，硬穷嘛，穷来要帮助民政府较紧起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咱秘书长甲尹夫人用心良苦，规工有够无用的啦，一步一步锻炼咱吼，来接近我们要接政权这个几个月吼、哦，有够辛苦的，大家都要能体会啊，回去也要多多加油，我们所有。周边的人，大家一起来帮忙，咱才会较紧接到政权，安尼好不好？对不？咱那是无紧帮忙吼，咱人足少，咱要安那执政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秘书长讲啊，咱准备好未？拢干那我举手尔，我足好大，我都讲准备好啊。吼、哦，迄给自己信心跟鼓励嘛吼、哦。实际上，刚好啊，秘书长讲伊比错。啊，愈来吼，愈沉重吼，啊，人安尼也无加偌济嘛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大家人爱多多帮忙，好唔好？好，来，哎，来，谁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，每一个人拢会安尼嘛吼，人讲吼，人不自私，后边呐。天诛地灭啊！这古早人的讲到，这就是人性。那么我们是当了大家长，那没来做官，那没来照顾百姓，那未使讲我们是最重要。像秘书长因阿公婆敢有讲因最重要？无嘛吼，都是做到忘我的境界，无食无困，因拢无管。民政府一步一步嘞，三更半暝吼。还要写草稿，还要跟美国联络，拢袂记住啦。所以咱嘛爱学习他的脚步，安尼对唔对？好、哦，所以讲咱也要甲一个团体领导好，咱袂使讲咱是上重要。别人若无敢斗做，咱敢啊一个人有法度无？所以们爱我们的同心，爱我们的部署。无别人敢斗相共，咱家己有法度无？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啦，吼！袂使讲我上重要，
咱爱上次要的哈，来希望大家拢来敢帮忙，给部署应得的承认，承认的是讲啊呐，伊做了后，咱得爱个肯定呐，肯定的是承认啊，你做安尼足好，有够好，比我较好。那唔好安尼，台湾人做不爱讲娱乐，对唔对？啊，足爱讲咸，对不？哦，俺们唔知安怎样，你即摆来甲讲这个足好，啊无讲到伊足好吼，伊就找一百个理由讲迄个话无好安尼，互你听呢，对不对？咱即摆习惯是毋是拢这种诶？不会，没有水洗心呐，拢足爱讲咸诶，啊人日本人足爱讲娱乐呢。啊！你娱乐我，我娱乐你，安尼娱乐规规工啊，两个心情拢足好，安尼开无爱。咱台湾人啊，你嫌啊嫌规工嫌规工，自己的细胞吼，拢产生毒素，你敢知？讲人的歹话会产生毒素呢？啊，讲人的好话，咱家己嘛一直欢喜起来嘛。所以这有理无？因为我读伊的我五十几年行医的经验呐，咱人身体。除去外伤以外，这是我们的理念，我们的想法在操控细胞啊，所以一定要心情很好，每天要说人的好话，每天讲娱乐，不可以每天讲嫌嘛，嫌你跟自己的身体就坏去了。哦，我有实验过哦，你那是吼面臭蘑菇吼，啊心情做坏去煮饭吼，迄个饭足歹食，而且有毒素哦，你要相信无？我捌试过吼，去甲做淋疗，一丛花你逐工起来，一直甲娱乐伊足水足水足水，啊！一泼花你一直甲伊干咩吼？两丛拢无同款，恁等下试看卖啊，无影来甲我讲。所以呢，连植物都有感受到那个，你就是讲吼，正面跟负面的这种影响哦。所以何况是人啦、啊、吼，啊，咱若做伙就是一家人，大家拢是有缘嘛。所以每一个人看到每一个人拢爱足欢喜的，对不对？无简单有迄缘见面呐、啊，啊，咱嘛袂当讲哦，啊，我倒会拢会食几千年呢。有时啊，明仔载想想，啊，各位主客无去啊，嘛无一定呢，吼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拢爱珍惜现在啦，吼，对不对？哎。领导者必须依靠大家办事，就是讲，都照我讲的，咱拢一定爱依赖别人嘛，一定爱靠别人嘛，啊，所以咱爱学了别人嘛，要求别人嘛，吼，拜托别人嘛。你看咱呢，议长也好，咱秘书长也好，哪来帮嘛拜托大家，对不对？吼，所以讲，无大家咱较有法度，但是唯有一部分的人吼。到个性拢敢那伊就好啊呢，迄嘛有迄种啊对哇，恁捌拄着嘛吼，所以迄种诶人，咱听这个课就是爱改进呐，咱卖有迄种诶想法吼，无别人咱家己一定无办法啦吼啊，来密室的批评，大众前的，我讲以表扬啦吼，咱即卖呢，就是拄只讲诶啦。就是讲，你若要讲人的歹话，头前讲后边嘛是爱同款，一直可以讲的，卖去讲人无的代志，而且是造谣出来的，就是包咧包咧，唔敢公开讲诶，迄种诶吼，是不是大将之风？迄是小人的行为，绝对我们就是不能这样子乱批评人啊吼，尤其是做一个长官吼，你。在这个跟那个中间，你不能跟这个说批评那个，这样子管来管可以，就是是非啦。你知道，你直接跟他讲，你不要再让那个知道，那个人为要把他拉下来，他也会再去宣传，这样事情就大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小心，说话要小心，来，尽量接近工作第一线的部署。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第一线的，就是拢出去宣传啊，本广告单啊去招身份证，就叫人来上课架人，是不是安尼？这是第一线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宣传期嘛，
我们宣传期以后再一个公告期，公告期你再不来办身份证，你表示你不是台湾人哦，哦，因为你摕的迄张身份证是啥？中华民国对不对？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？哦，所以讲，目前我们还没有接掌政权，但是我们成立民政府以来，我们就是一直在宣传哦。你要做台湾人，你要确认你的身份，你一定要有证件嘛。哦，全世界法律都是这样规定哦。你那是去日本，你无办伊个身份证，你无申请伊个居留权，你是绝对没有办法在那边住，对不对？对哈。所以讲哈，那个是法律，全世界都一样的。但呢，这种第一线的人呢，哈，我们一定都很辛苦，我们要鼓励他，对不对？咱爱鼓励，而且要帮忙他，吼、哦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部署第一线，都是要我们要尽量接近他，能够协助他，我们才会自己也会成长嘛，哈、哦，对吧？来提拔部署要紧，要慎重。是安那提拔要慎重。你唔好歹去甲叫来做，你甲兵啊叫来做将军，啊甲将军叫来调的兵来做兵啊，就讲适才适用啊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才能是不一样，你一定要适才适用，要察言观色，然后要了解，了解人讲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不了解他，乌白该提拔。来做唔对的，你爱负责的，爱面，爱嘛。所以呢，咱袂使乱提拔，一定要那个人有能力。你无能力，干那用感情安尼，就来叫来做上大，下面的人也会不服气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是不能感情用事，做代志理与情，我们要分清楚。哦、所以也不能光理不用情，因为啦，你拢讲道理尔，一板一眼，完全硬邦邦，无讲感情，这样很容易得罪人。所以情与理，我们要五趴五趴啦、哦，所以才会圆满呐、啊哦。来，要防止冤情发生呐、啊，迄足重要，一个组织内底吼。一定袂使乌白冤枉人，乌白乱扣帽子，乱抹黑啊！如果是这样子哈，这个组织会垮下来，绝对袂使安尼进哈。那咱即马社会有足侪这现象无？非常严重哦！咱日本人袂安尼呢，袂安尼呢，对就对，唔对就唔对，卖呢为着家己的利益吼啊啊乱刻薄啊啊乱抹黑。啊，人死几个，伊拢无要紧嘞。我感觉讲，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呀、啊，没有说损失掉他一个，咱无差哦，绝对有差，绝对有差，哈、哦。所以讲，无人嘛讲有因果呢。你对我怎么样，以后啊，我有机会我会对你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嘿，啊，所以我们如果制造一个敌人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会给几个？给几千个、几万个出来，咱一定唔茫去做迄种代志吼。安尼吼，足歹过日个啦吼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呢，拢爱好好来对待人，聆听有益，就是讲咱所有相处的人，咱来多谈，多多听他的心声呐、啊。咱来去听伊的心声，去了解伊。我们要跟他如何相处？吼、哦，唔是讲每一个人把他当奴隶、当部属来，你拢爱怎么样来对待我？我就是高兴这样子。吼、哦，那安尼是袂通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爱去了解伊，啊，咱要安那跟这个人相处，迄位人足歹相处的呢，吼、哦，你知影无？啊！你甲学咯，啊！你甲叫伊也无爱插你诶，迄嘛足济对唔对？吼、哦！啊，那么咱就是要了解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爱有机会教育他，
伊若叫无欢喜，你嘛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嘛甲笑一下，啊，我安尼看你遮好，你开安尼面臭吼，无叫久伊嘛会歹势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一定要引导人，因为我们要做领导人，咱唔是要做人的部署呢，吼、哦，我们承上启下，我们民政府的长官，我们要拉得紧紧，那我们一手要把我们的部署拉得紧紧，把它串联起来，才有。团结才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一定要团结的哈。来，凡事归咎他人的态度要不得，就是讲啊，什么代志呐，并做了无好，唔对，拢总咧怪别人，这种人有济无？有够济啦，绝对袂讲啊，这我，一定要啊，这就是伊安尼，我正会安尼啦，拢是伊搞我害的嘛，对不对？这种人有够多吗？那我们当一个大官就不能这样哈，要勇于，哈、哦，勇于去承认错误也好啊，绝对袂使讲搁再惹别人，那更要不得。做一个主管，如果讲你唔对，搁惹下底的人，人尽量甲你批烂咧，对不对？嘿，你爱讲啊，歹势，我想了唔对诶，歹势是咧哈。对不对？安尼就马上化解啊！硬凹硬凹的人有够多无？无论安怎讲，甲一百当嘛讲我无唔对啊，是不是安尼？那么咱普通人都无要紧啦。我们做一个主管，绝对不能这样子哈。安尼都无够格啦哈，来不能吹毛求疵哈。就是讲你无做到遐大哈，你足我碰风的啦。咱足我碰风的有济无？有哈？所以我们当一个领导者，我们当一个主管啊，袂使讲了伤含，袂使讲了伤济，讲袂晓来讲，你拢总会晓无？所以呢，我拄只诶，咱的时间要到啊嘛吼，诶，剩较停啊一点点啊，我甲讲，啊，咱后摆要安怎去做大官吼？这决定啊，大家拢等要听嘛吼，对不对？有人要听无？哦、所以咱唔免一定讲到了吼，阿伯啊有机会再来讲也可以的吼。咱就是讲哈，你嘛袂使常常咧做警察，啊，逐工拢咧抓贼啊呢吼。咱的部署吼，伊都你拢安尼无加学了，啊，逐工目睭安尼吼，就是讲鸡蛋挑骨头啦。人做的代志，你无咧讲认真看。干那咧看伊个错误尔，好个拢无看到啦，也毋捌学了一句。啊，逐工嫌东嫌西，你这唔对，迄唔好。哦，即种哪像个以前个恶打家，对唔对？我们做一个主管，绝对不能做这样子啦。安尼好唔好？所以讲，我即摆吼，我时间到了吗？不，到二十分了，哈？二十分吼。安尼要有十分，我们才可以讲十分钟哈。来，要三思而后行，这大家拢知影哈，足简单。但是咱即马拄啊读过的每一条，你若回去为电脑内底去调，都可以来重新复习。因为这吼是当是古早的圣人贤人去讲的话，哈啊我是。都在学习当中，我把它列下来啊，所以吼108条，我感觉若遵守有30条吼，爱做人都有够牛啊，吼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做代志就是卖冲动啦，好，尤其咱初初若讲，咱刚刚执政的时候，咱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吼，啊，袂要紧嘛，啊，咱都不要匆匆忙忙去做。不好的事情，你一定要想好势。咱若袂使，还是袂晓，爱研究好势。无做一下落去就下台了哦，吼，啊，就无采讲咱认真只顾着啊，吼，啊，一定要做较顾一下。来小心下达命令，就是讲卖乌白下达命令。你叫人做落去，唔对就唔对啊，吼。哦，咱就讲马英九啊，吼。啊！迄、那个黄世民有无？较紧走去讲，王金平在创啥呀？这个代志就好啊。迄个乌白下达命令还没有清楚，
啊，遐大个官有下台无？卖阁讲咱这较细个啦，迄遐大就下台安尼吼，啊，传不对了嘛吼，吼、哦，所以要小心吼，卖乌白下达命令吼、哦，来适时表扬和奖励。咱就是讲啊，拄到机会，咱就爱甲咱的咱不时同事吼，娱乐一下。我娱乐吼，为细汉就开始啊吼，人拢甲我讲，我逐工食巧克力，我足爱讲娱乐啦。啊，因为安那，我从心底里面吼，看到别人做事情，我拢感觉哦，伊个比我较牛嘞。迄真正毋是讲假娱乐呢，我拢真正感觉因比我较牛。所以我就从心底里面，我就爱讲娱乐。我甲我阮祖囝讲吼，妈妈是给你保健吼，出去安那不是戴高帽子，乌白婆嘛袂使吼，就是爱讲娱乐，啊爱有礼貌，安尼吼，两行你都用袂了啊。所以吼，阮的囝若出去吼，拢唔免伫一个所在一个月至两个月，绝对拢会升官。你要相信无？啊！你该尊重，啊，搁该娱乐，甲咱的顶时娱乐，下底娱乐，安尼是大家是毋是拢足欢喜的？吼、哦！啊，莫一直讲嫌，一直讲嫌，吼、哦！啊，安尼就较无好啊，哈、哦！来，果断与谨慎呐、啊，果断是一个，果断是一个判断能力，判断能力是智慧的，不是你的知识。有就可以有果断，所以这嘛是爱训练啦吼。我比照讲一般的好啊吼，我讲一个做股票吼，做股票也赚钱的人，果断力是非常强。他叫是 JQ 非常 ，JQ 非常强 JQ。然后呢，你唔是讲你捌足济，阮老师讲伊读五十本，伊唔敢买甲一张股票，吼。有知识不一定等于有智慧，那么有智慧呢？判断很重要。判断呢，如果你的心永远都是正面，然后又积极，你长期培养，一定会有慢慢增长智慧。如果你一直是负面，一直抱怨，你反映出来的绝对。那种果断力会越来越差，你做的代志判断下来的事情一定都是错误，所以呢，果断阿妈是爱谨慎，因为安那果断的是讲我马上决定一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马上反应我要这样做，阿妈爱作注意，你表示讲你能力很强，我判断绝对。不会错误，去执行，往往是错误嘛，哈。安尼也对你会有败笔，所以讲你果断又加上要谨慎才行呐，吼。卖讲为家来，结果都爱为遐去家丢哈。这个一个决策错误，绝对会影响很大，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果断一个人。每一个人不是随随便便会 JQ 很强，所以做股票会赚钱的人，他的果断力是非常强，不是他做几十年有什么经验，那是与生俱来智慧，判断是一个能力，执行能力啦，好，执行能力马上执行，你马上判断好，马上执行。那是每一个人不同，层次不一样，所以咱若要做好决策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啦。好、哦，来，即马就是讲坚韧的精神，咱即马就是讲吼，足侪人无耐心嘛，对不对？拄到代志，你一定吼爱看你的耐力有多长，你的成功就有多大。为人红嫌一个吼，啊，带咧就回去，迄足侪人听唔对？那个没有坚韧的信心，而且对代志伊绝对无耐力，做啥物代志拢会失败。所以咱若是讲吼，
要领薪水领加安尼吼，无喘气，一定要有坚韧的精神。你百折，人讲啊，百折不挠啦。你一百遍唔对，我嘛是个气力不摇在那边。安尼，你绝对会成功，对不对？到尾一定会成功。啊，咱民政府咱这人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，唔惊死嘛，对不对？才刚来上课嘛，对不？足济去克服嘛，所以一定自己去注意就有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具备这个条件，所以哈、哦，我相信大家以后会当做个足好啊。时间得要到啊，哈、哦，啊，我来讲最后一招，对不对？哦、很简单，因为我老师我说，我、哦、民政府、哦、我不爱做官，所以我拜托秘书长卖我做官，他说好，啊，没妇孺会给你做，妇孺会兼而已，对不对？做兼啦、哦、但是呢，我有一个老师啦，在财政部的，他说，那很简单嘛，才不要做官，啊，来怎样？我说，啊，要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你也派去到每一个单位，对人足好咧，足亲切，甲每一个部署都叫来，啉茶嘛吼，我们来做报告，安尼俩俩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安那做报告，你伫即科，你伫即科，你伫科即科即科，恁拢总下报写报告来给我嘛。啊，我请您啉茶啊，请您订咖啡啦哈。他们呈上来，你也带恶补嘛，把他呈上来的资料一份一份认真去学习。安尼你都学起来啊，你都应该领导啊嘛，伊在做啥你都知啊嘛。啊，你若看无咧，请他再报告一次。哦，你这写了噶真好呢哈。啊，这吼、哦、我。他无了解工资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搁再解释一下咁好。啊，你若遮好咧，伊啊，搁袂红看出来，讲你无半片呢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叫伊来报告呢，唔是叫伊来加加呢，你茫讲唔对话，讲哎，拜托，哎、各位啊，我拢袂晓，就你来加加，啊，唔是闹亏加到底吗？对不？袂使讲恁来搞我加呢，啊，讲恁来来加报告呢，对不对？哦、所以吼、哦，这趟你若学起来，大家拢也要做官哦。你若是讲吼、哦，要做总统嘛是呢？啊，你讲讲哎哎来来来来，以前吼、哦，捌辅佐过总统的人，大家都嘛知影总统安怎做诶，对不对？啊，遮你请林嘉宾，啊叫伊改做报告，哎、欸，啊较早阿扁安怎做，啊李登辉安怎做，啊我今麦倒来安怎做较好，伊会改讲无？会无？啊！现在大家养做无？会啊吼！啊，我希望后摆恁大家拢做了足好，拢做甲比我较大，安尼好唔好？我看，再两分钟啦吼！再两分钟。所以呢，我是认为讲吼，这个报告啊，我朋友甲我讲了吼。啊，逐摆秘书长啦讲准备好未？我就讲也好啊。我讲啊，那总统要我做三工，我嘛想要啊试看卖啊吼。所以吼、哦，迄大便足大粒，我本来就开刀房个啊，大到足大粒个啊吼。啊，阮朋友，阮那老师甲我教教，我阁愈大粒啦吼。所以吼、哦，大家拢免惊，做官就是足简单，请他们来报告。啊，你家研究究个，伊迄在做啥，安怎办，你都拢会晓个嘛。我讲安尼会晓无？足简单无？有信心吗？吼，好，阿伯，你若做较大，爱甲我照顾咧，好啊，吼。所以呢，咱即马吼，即课实在是足重要啦吼。因为吼，人讲做事足简单啊，做人足难。啊，咱即马出嚟是要领导人嘛，吼，都是嘴较甜啦，啊，较亲切咧，啊，较包容诶，较有爱心咧吼。我相信你们个个都会做得很好。后摆啊，恁一个啊一个官拢比我较大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嘿，多谢大家。